原标题：古代帝王为什么多患有精神疾病？很多人爱做皇帝梦，但其实当皇帝一点也不幸福。表面上，中国皇帝权力巨大，荣耀无比，实际上，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。在古代社会里，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，整体生命质量较差，生存压力巨大，因此出现人格异常、心理变态，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。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，那些帝王一开始使我们惊愕、恶心，后来使我们麻木、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，实在是数不胜数。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、心理变态，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。南北朝时期，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，他讨厌一个叫刘义恭的功臣。